嗨，大家好，我是人间猫。我刚刚演奏的曲子呢，是贝里尼非常经典的歌剧《Noma》里头第一幕第一景的《Casta Diva》咏叹调。这个旋律也许你们非常的耳熟，因为它其实出现在非常多的这个电影配乐里。那比较有名，目前我所知道的是《铁娘子》里头也曾经有用过它来作为配乐。那我刚刚使用的长笛呢是 Otis 的 A807，它的价格差不多是4万左右。那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支介绍 Azumi Z2 的长笛，你就会发现呢 A807 的价格呢只稍微比 Azumi 多了那么一点，就是稍微多一点点啦，没有多很多。那它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Azumi Z2 呢，它的这个头管呢是925纯银的。那 A807 只是吹口台纯银，所以如果光看这个规格的话，我一开始是偏向 Azumi Z2 比较多一点，毕竟 Azumi Z2 很好吹，就是它吹口的关系。不过，实际上使用之后就发现呢，A807 呢不愧是这个整支都是日本 Otis 原厂出产的。它有一定的稳定度之外呢，它的这个在音色的调性上也有这个 Otis 一贯的调性，就是很一致，就是你可以听得出来啊，这的确就是 Otis 的长笛这样。那在稳定度上呢，可以从这个 A807 的这个按键呢可以感受得到，尤其是从按键的声音上，你会发现呢 A807 的声音呢还是比 Azumi 安静蛮多的。是，现在就实际上来让你们听听看，这个是 A807 按键的声音。这个是 Azumi Z2 按键的声音。不知道你们有听得出来差别吗？那在这个音色的这个调性上面呢？那我个人的看法是呢，A807 的声音还是相对内敛的蛮多的，所以总结这个刚刚啊，这个按键还有这个音色的部分啊，怎么样的初学者适合这一把长笛呢？如果你喜欢的音乐啊是相对比较安静的音乐，譬如说像古典音乐啦，或者是编制比较简单的音乐、抒情类的音乐等等的，或是你就是喜欢 Otis 这样子内敛的声音的人，那你都蛮适合这把长笛的。那不知道你喜欢这把长笛的声音吗？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吗？欢迎私讯工学社专门家中心，也不要忘了告诉他们你有看到人间猫这支影片哦。好啦，那就是这样啦，下次见。